女神都爱白衬衫。杨幂干练章子怡温柔，杨颖变回高中生。说起白衬衫，大概是每个女生衣柜里的不可或缺的必备善品。娱乐圈的时尚女星们对于白衬衫也是十分的热爱。接下来就让小编给大家盘点一波喜爱白衬衫的明星吧。章子怡，章子怡的高级颜值在娱乐圈是少有的，这次身着简约的白衬衫又一次的达到了颜值巅峰。少了只可远观的女神的既视感，多了一些温柔之气，颇有邻家漂亮姐姐的感觉。杨幂可是娱乐圈里知名的带货女王，总会为我们不懂搭配的小女生们推荐一些很时尚的穿搭服饰。这不大秘密，身穿白衬衫搭配裤子或者短裙都很惊艳，既有干练女性的风格，也能少女感十足，是不是超减龄的搭配呢？小仙女们赶紧参考起来吧。说起时尚圈的达人，自然少不了杨颖了。长相精致的她穿什么都很好看，看她穿白衬衫的样子，活脱脱的一枚清新派的小仙女啊。再搭配一条学生时代的小黑裙，梳上高马尾，有谁会想到她现在已经是一个宝妈了呢？俨然一位青春高中生嘛。刘亦菲，神仙姐姐的完美气质搭上白衬衫，清新脱俗的气质让人看一眼就忘不了。刘亦菲这样的颜值，穿上最平凡的衣服也能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吧。看了这么多的女生的白衬衫穿搭，小仙女们有没有 get 到技巧呢？赶快试试吧。杨幂穿三角裤走机场，网友，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时尚。过女王杨幂这称号确实不假啊，大幂幂确实穿什么火什么啊。最近出现在机场，大幂幂直接就穿了一条三角裤走机场，真是辣眼睛。网友直呼今年最流行的三角裤。中长款的格子大衣搭配黑色的V领上衣，下身其实就是一条超短的黑色牛仔裤，不过这短裤确实短了点，不仔细看还真的以为是三角裤。带货女王的时尚真的是看不懂啊。感觉杨幂每次穿出来的礼服都好性感，设计特别。一条简单的灰色裙，裸色的内里仿佛是皮肤色，显得更加的诱人。黑色高领毛衣时尚又保暖，红色裙子流苏的设计显得更加的高级，提升了杨幂的气质，减龄又吸情。说起杨幂的时尚，那是不走寻常路，无论是性感的礼服还是机场休闲的穿搭，都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时尚，怎么穿怎么好看。黑色的毛衣露丹肩让自己十分性感，搭配白色的裤子简直集时尚性感休闲于一身。其实小编觉得杨幂这一身真的很时尚，中国红的大衣时尚又高保暖，那大衣本身不容易过时，特别这么冷的天气哦，像小编我这么怕冷的人真的必须入手。好了，今天就说这么多了哦。
最新最全的时尚资讯，小编这里都有哦。感觉不错的小仙女点个赞关注。